姐姐。我又几乎走火入魔了，修炼了500年，眼看就要修成正果，得道飞仙，但每次都不能突破。我心里有处空洞，是我缺了什么？为何每次将要突破，却三华全乱，周天动摇？我到底缺少了什么？你握住它，这珠钗你一直带着，从来都不让我碰。现在你可以碰了，这本就是你的，紧紧握住。